哎，朋友，今年过得怎么样？定下的目标，许下的心愿都实现了吗？来看看我们今年的成绩单吧。虎年一开场，央视网络春晚邂逅冰冰和美女马凡舒年画画年，追击北京冬奥，冰墩墩、苏翊鸣一个不落。在五月的朝阳下，和国棒少年们一起追求；在八月的晴空里，为秦定边疆的夫妇圆梦；在深圳工厂，体验小城儿女的柴米油盐，见证海归青年的满腔抱负。步履不停，邂逅更多中国面孔，致力于世界能源通信事业，以挖掘出更多潜力行业，与质疑声中砥砺前行，创造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瞬间。东东，来了。这一年，好久不见，有相聚，也有离别，有故人，也有新友。我们在何之梦缔结缘分，再传递出去，每一次纪念都弥足珍贵。这一年，我们仰望过星辰，也凝视过大海，遇见过低潮，也拥抱过温暖。生活的真谛需要时间的沉淀，踏遍山野，奔赴朝夕，人间烟火，世界纷尘，镜头前的每一帧都是热爱。不止2022，我们还会一直和你走下去。